不知道什么？没有，第一支是肉桂卷，但很难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难剪，素材已经找好了。回味是几天终于出门了，天哪！然后一出门就给我下大雨，是怎样？崩溃。啊，哎呀，不干了。你今天真的要吃到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买回去我吃不完，但家里又没有人吃鲑鱼。爸可以吃啊，爸不能吃鲑鱼，他可以啦。他说没，不然可以问养儿吧，一起吃。不然他一盒真的很大盒，你觉得吃不完？我在想要下次回来再吃。你下次回来是一样结局啊，就是只有一个人。不是啊，就是如果要揪人一起吃的话，因为现在已经快12点。也可以啊，因为我等一下你要干嘛？要想说洗完澡再上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可爱，可爱，不会太可爱了。可爱吗？你看，红灯，他直接超级堵，他那个红灯在闪，他直接被他掉。好，看我真的是没人接受。对。发霉了吗？你为什么还发霉了？